就是我们那个客户得罪了嘛，然后我们俩就这个事情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你也知道，对不对？别吵，我们没事，那是小问题嘛。对。你也知道这个事情这样子做，我们是亏很多钱的，知道吧？你非要这样子，这没办法了嘛。那个口气你没听到吗？那个口气。没事，好事儿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规则多不多嘛，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这边可以沟通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吧？你说。不是，你不要冲动嘛，小哥不要冲动。这个真的是怪我，但是那个客户确实啊，就是口气有点大，是吧？那个可以改时间，我们就改一下嘛，好吧？别生气，小哥，别生气，小问题。那你看着办吧，我就不管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！哎呀，没事，真的是小问题。没事，你那个，让我们先去做一下，待会儿劝劝你，好吧？小五哥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做一下，待会儿劝劝他。没事，这个合同如果说我可以改，就一起改一下，好吧？没事的。好吧，可以，那我们做一下。现在是你做的休息线吗？做一下。你先做一下，麻烦你做一下。你做一下。你们俩吓我，你们俩可以跳，你们俩在哪个店坐着？没事，照我。严不严肃嘛？可以改合同，可以改时间，就咱改一下，好吧？那我待会儿劝劝他，小哥你也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你这个人，善良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啊。家人们，没什么事情啊，他们两个没什么事情。不用担心啊，不用担心。你们来去哪里玩啊？我们刚刚在奶茶店说坐一会儿，我说二妹在家里面陪她睡，我说怕她睡多了，然后我叫她出来，对，逛逛街啥的。对，有空的时候就多走动，多逛一下。对，我就是。但是这个女的就少一点。一点点。一点点。对，天气太热了，可能喝一点点啊，是不是一点点，家人？小哥打声招呼吗？我们还在直播，跟家人们聊天，好几天没有那个啥了。小林好几天没直播了是吧？是因为公司忙嘛。嗯，就在我直播的时候，他们都在担心你呢，他们都在是吧？哎，小林哪里去了？他们在这说。韦总哪里去了？在楼下吗？啊。是吗？对，奶茶是少喝点。这是柠檬水。晚上好，家人们，晚上好啊。大家，我没有喝别的，是柠檬水、柠檬片。不要乱说，不是。嗯，这一点小林啊，可能他那个号被进那个小队伍了，所以就没有直播。但是你们昨天晚上你们说什么？他跟阿姨们直播那个今天我都被他说了一顿了。我说小林没这个事吧？家人们都这样说。那个谁啊？谁确实有点像。这个声音确实有点像，不是小蝶，但是家人们就误会了嘛，他们以为是那个声音有点像，就今天中午我开直播的时候，全部都在说小蝶，把我都吓一跳。我们家人们你们都吃饭没有？家人们都吃饭没有？没吓到你们二妹。吓到了，我们俩在奶茶店坐着的，然后说你们俩吵起来了。没什么事，他只是有些时候他可能，那个。他也是有点着急。有点着急，第一时间告诉你嘛。对，那个声音是有点像，声音特别的像。今天他们发了那个朋友圈，我也看了一下，发了那个粉丝群，然后我也看了一下，那个声音是有点像，但是不是小牛，真的不是小牛，咱们不能冤枉他，好不好？外面少喝点柠檬水是吧？对，这个肚子就少喝一点。还没有，家人们还没有啊！等一下。
你们今天一天都在这儿谈事情吗？都在这儿谈事情。现在就这合同就不签了吗？意思是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不签了就不签了。没事，这样。他们都去哪儿了？他们在下面吧。爸妈没过来啊，爸妈没过来。我这几天没直播，今天中午你跟我说，吓我一跳。是吧？对，我这几天公司忙的事情好忙，压力大得很。对。把我也吓一跳，什么都说什么小林跟阿姨们什么开直播什么了。乱说，乱七八糟，我不背锅啊，说阿姨我不背锅。所以把我都吓一跳，然后今天中午他们全部发的那个。粉丝群里面放的那个声音是有点像你哦，那个哪里有点像我的普通话有那么标准吗？是说话是有点像你。我这川普能跟那个比吗？手机都要掉了。这几天他们都说你没开直播，然后呢？对，我没有开直播。可能是你那个货什么又关小黑屋了是吧？前几天是，然后后面就一直忙了。你加上那个事情出了过后，我想的是。咱们不蹭那些流量嘛，所以说我就没有开播，然后忙工作的事情。走吧，韦总说我们待会儿来，宋阿姨，韦总说叫我们待会儿下去楼下吃饭，叫你说去看看菜啥的那些。走，咱们先下去，走吧，小五哥。你慢点啊，吃点啥？今天晚上我们在哪儿吃点好吃的？贵的，是贵的。好好好，好好好。能吃就好，百看一顿是吗？对，汪姑娘吓一跳，汪姑娘吓一跳。哎呀，没事儿嘛，那个合同是可以改的，合同那个日期可以改一下的。待会我们到时候去给他们公布。吓一跳，我的天，辛苦。今天你们是做什么接待吗？然后做什么？这个花园需要开门，今天开门。怎么旁边都没有人呢？
一丝艰辛。只有一点吗？你感觉今天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？你手捧着鲜花，你来到今天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吗？你觉得今天应该是什么样的场景，才能够让你手捧鲜花，头戴着洁白的婚纱帽，是不是？开心吗？你告诉我。你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话筒给我拿过来一下，这样好不好？来，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开不开心？开心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其实是一个很冷静的日子，真的。大家把开心打在公屏上。因为今天是我们魏阿伟先生，对不对？他隆重且用心准备了一个活动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活动它只为一个人举办。搬个锅来，他搬个。知道吗？你们这是在干嘛？他镜头对着他搬个锅来。没事，收你的。你知道吗？家人们，你们知不知道今天这一场活动只为一个人举行？来，我们直播间家人们觉得是为谁举行的？我们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。我们的阿妹现在已经眼里含了一点点泪水，我希望家人们都能够给她支持，给她快乐，给她勇气，好不好？来，把那个人的名字摆在公屏上。你告诉我，今天这场活动你觉得是为谁举行的？为谁？自信一点，幸福一点，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能不能自信一点？把那个有本事去掉，是为谁举行的？家人们，他这个声音你们满不满意？反正我是不满意的。来，大声一点好不好？露出你幸福的笑容，告诉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是为谁举行的？中央，起身，来，一个人走，请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打一句阿妹幸福好不好？此时此刻，你想不想见到你所谓的男人？想不想见到？想。那这个样子，那就不见了。家人们，他这个小花，你们懂不懂？
有点犹豫，请留点，我不满意。你一直，你这个声音必须要稍微大声一点点，然后还有需要一个是什么时候？还有需要肯定，好不好？我希望我的兄弟，我的好兄弟，直播间所有的干儿子、好儿子，能够得到你肯定的语气，好不好？